大家好，早。今天很欢喜来咱这间叫做红厅，跟大家见面哈。这个执政之路哦，真的，我们觉得理所当然应该要做的事情，但是社会还有很多人不同样的看法。你说我们的年金，人家都觉得我们很有魄力去改革年金，可是我们还是有这个社会很多人在激烈的反抗，所以该给这个事情。你要改变，我们就要准备承受那个回击的力道。不过，过几年哇，起码所有的咱要做的代志，大概大致都已经看到了，也开始有一个规划蓝图哈。所以我们现在林权就告诉我说，现在该换手了，换一个比较年轻的、有干劲的哈，而且可以跟社会沟通的很好的人上场。所以我们就请赖清德上场了啦。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，你有看过有一次说要换行政院长，是前一任的行政院长拉着后一任的行政院长的手说，欸，你来做，我来帮你，从来没有过。所以我们如果要改革，团队很重要，而团队一棒接一棒更重要。所以我看大家来，我也很欢喜的，就是说现在我们进入第二棒，我相信第二棒一定会做得更好，而且让我们的改革更顺利，我们很多的建设会做得更快。但是这个社会还是有很多不同意见，真的有很多不同意见，我们不能忽视这些不同的意见。所以有时候改革也需要花一点时间，那我们会一样一样的话到位。我跟大家说，从现在开始事情会越来越稳，越来越好，台湾一定会改变。所以我再一次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，多谢。